可是不少啊。知多，我知道大伙儿的心愿啊，来听相声来的。哎，喜欢相声是不是啊？对，尤其是爱看这位老师。我呀，我跟你们大伙儿一样，是吗？我也是啊，特别喜欢他。哎呦，特别特别的喜欢他。谢谢您，谢谢。打心里来说，在我的心中，这位老师的分量很重。真的，日后我要是有了儿子，嗯，我一定让他叫您这名字。我喜欢你们这个演员呐。您是喜欢您儿子，不是喜欢你们这演员。我既喜欢我儿子，我也喜欢你。没听说过，您儿子叫我这名不像话。就说这意思，我喜欢相声啊，喜欢相声是多好的艺术形式啊！啊，抨击丑恶，哎，藿香正气，哎。对，这月份正听相声，这个行子我做去。我这什么词儿？他们这行子知道吗？你喜欢相声就完了。我认识你，我很高兴，是吗？我真的很高兴。可能您对我也不是很熟悉。您怎么称呼？我姓甘。哪个甘呢？上甘岭的甘。姓甘。怎么称呼呢？嗨，也没个大名。哦，家里哥们兄弟多，我最小。哦，都管我叫老。哎，您贵姓啊？免贵，姓于。哦，您台谱？单字一个谦，这么说是于谦干老。哎，别乐了，咱们可不是外人。对，对，都连了亲了嘛，都太好了，有叫这名字的吗？我见着你，我痛快。我您是哪儿的？我真高兴，我跟您说，您是谁？怎么回事？我找你来了，我为找你，我费了劲了，我怎么？我可是北京城溜溜转了有两三天，我都转了，都转了。什么这个团河啊，什么秦城监狱啊，平监狱啊，我都去了。您上那儿是找不着我啊？没有，他们说没有，怎么没有嘛？后来说啊，说跟这儿呢，哎，马不停蹄到这儿来了，瞧见你我痛快啊。跟我走吧。啊，上我们那儿去吧。上您那儿？跟我走。干嘛去啊？你瞧，我不知您演员有没有忌讳啊？您说没关系，没事没事，我外行、没关系没关系。说错了您可别怪我，您尽管说尽管。我不懂啊，是这演员是不是只能在一个地儿演，别人不能去？没有这规矩，可以出去是吗？我们经常出去。你救了我了，你救了我了。您怎么回事？我原来以为就跟这一个台这演，我没办法。啊，不，你要是能出台太好了，救了我了啊！太好了，不能出台啊，不能出台。你们刚还说能出吗？能出去演出去。对呀、啊，出去离开这个台吗？出去上别的台。就不叫出台，就叫演出，是不是吧？旅行演出。您帮个忙，什么事？我求您。怎么回事？您一定得去啊！您一定得去啊！上您那儿演出吗？上我们那儿演出去啊！哦，我求您了，求您了！您别客气，别客气。这个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您说一说。自我介绍啊，我也很少在咱们大陆这边待着。哦，您不是咱们大陆人？对对对对，我一直在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工作。哦，那华侨啊，跟着我们老总一起啊，啊小职员。您别客气，别客气，小职员。老爷子呢？这个年轻的时候是北京长大，哦，老根在哎，就住南城，是吗？就这门口，十四岁那年呢，跟他父亲呢就到南洋去谋生，哦，做生意。出去啊，今年整整85岁，高寿啊，师母，哦，生意做得很好，是是是，8000多亩的橡胶林，哎呦。船队24个船队，哎，10几家的银行，挣钱了，生意做得很大，大生意，跨国的公司。哦，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嗯，水流千遭归大海啊，嗯，叶落要归根，得回来，一直念叨，嗯，我得回去看看去，啊，我得回北京，想了，我上家里转转去，我要吃北京的小吃，哎，我要听相声，我听大鼓，我喝豆汁儿，你瞧瞧，吃烤鸭，嗯，说的人心都不好受啊，是啊，正好今年有时间，啊，弄老爷子就到北京来了。哦，回来吧，都赚了哦，都赚了，好好好，49成都赚了。嗯，那天这不是吃烤鸭去吗？哦，得意这口，喜欢吃，呵，就好吃烤鸭，好啊，我给他卷一卷一卷的吃，伺候着。我过来说岁数是大哦，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嗯，不像咱们能多吃，对对对，那个岁数吃不了多少，饭量小了，吃了4000卷之后啊，我
他觉得薛微的有点不舒服，那撑着了，那是这不就弄回去了吗？啊，弄回去抢救，很遗憾啊，就没救过来，就85岁给撑死了，死了，不能提这个，这个别难过，别难过，打小也是跟老爷子一块长起来的，啊，对我是真好呀，喜欢您，没想到死在这儿，哦。赶紧吧，怎么回事？嗯，给四位姑奶奶打电话，哦，来料理这后事儿，哦，张罗着办白事了，发送老爷子，这应该，老爷子也说了，嗯，死了之后在北京火化，火骨灰呢就撒在北京大地上，哎呀，撒到哪儿都行，嗯 嗯，要求魂归故里，好，哎，好好办这事儿，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儿，确实，这心里别难过，不是滋味，不能提这事儿，今日也是哭的眼泪都哭干了。这找四位姑奶奶，赶紧办这奶奶，赶紧办这白事儿。老爷子留这么些财产，留这么些钱，是吧？哟啊，赶紧赶紧，嘿啊，这好啊啊！四位姑奶奶找过来啊，哎，把这白事一办、啊，老爷子钱一分，四位姑奶奶也挣钱了。不是，李先生，这您没闹清楚，这四位姑奶奶每位都比老爷子还趁钱啊，很有钱，说分这笔钱不落着。那天跟我说了，无论如何把这钱全花了，都花了他发送老爷子解心疼。哎呦，那多少钱呢？这是花钱如流水一样。哦，知道吗？你就算吧，那些日子抢救老爷子，啊啊，花了2亿美金，就抢救啊。中医、西医、偏方，北京各大医院都看到了，全用上。光买揣子花了8000万。等会儿吧，等会儿，不行不行不行，金边儿怎么着？这不行，买揣子干什么呀？他吃那卷儿太多了，拿揣子往外揣，知道吗？拿老爷子当马桶了，这个电动纯金小揣子，知道吗？受不了，花钱无数啊！你甭说这个，哎，我们最近家里就是这些日子帮忙招了好些个临时帮忙的工人啊，有一个李妈啊，李妈，李妈去3天啊，实际就是端那个水、擦擦地，去3天，多少钱啊？给了7000美金。干3天就给7000美金、啊、你问李妈去对啊，李妈是谁呀、啊、哎，你们说相声那李菁他妈，对，李菁他妈去了啊，嘿，我说这2天李菁花钱大手大脚了呢，你看看，嘿，这徐妈拿的更多呀，去，徐妈给14000，徐妈是徐德亮他妈，这对，您说对了啊，对吗？没错没错，这就跑不了。今儿早上请我吃的早点，你看看，哎，你看看，从来没醒过这事儿。你这要不说呢？好，做饭我花这钱，花不干净。是啊，急得跟什么似的啊！天天的，我在家里还得劝这四位奶奶。哎呀，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啊，这四位奶奶啊，嗯、要说不在一块儿，想。那是姐姐啊，你过来吧，妹子，你来咱们聊天吧，亲姐们。想，嗯，要真坐一块儿啊，啊，3句话就拿下来。哦，还不和，都是急脾气。哎呀，3句话5句话，这就呛不起来了。啊啊，走，谁别见谁，得了，走3天又想，唯独有一个办法让他们坐在一块儿不着急。什么方法？听相声。哦，都喜欢我们这相声，邪了门了。哦，别的不好啊，啊，就说相声。嘿，啊、往这儿一坐，找几个说相声来，往这儿一站，嗯，还没说话呢，他看着就乐。哦，这太可乐了，这个，这人怎么长成这样的啊？啊，给拿1万块钱，拿1万块钱。没说呢，就拿1万块，1万块钱。谁说相声不景气来了？要不说呢？拿5000，鞠躬就挣钱。您说这相声，来1万2，来1万2。你看，他听不了一段反正话，花个1亿美金跟玩似的。嚯，就好听相声，这不就给钱呢吗？这也不是谁串闲话啊。说北京有一说相声特别好的，叫于谦。哦，提我了，要了亲命了。啊，四位奶奶不睡觉了，跟我急了。怎么回事？找于谦去。找于谦去，找我，这么些个钱搁这都烂着，嗯、啊，找于谦去。哦，北京说相声我们都听过了，嗯、啊，就没听过于谦。嚯，把于谦弄来啊！我们弄于谦，哎，知道吗？啊，花钱吧，是不是？这
这四位奶奶是这么说的吗？就是说的，就是说的啊，钱都搁屋堆着，就等你。你一进门，你发财了。那我去这能挣钱。咱说两句话啊。我可是拉吧你，谢谢您，哎，谢谢您。到哪儿你不能忘了我，多鲜呀，行不行？这事儿啊，有功夫没功夫啊？有功夫吗？行，你准确啊，我们能出去。那咱说好了，可以，你可别冤了我。我说好到那儿去，奶奶们等着，你不去不能动，我算是完了啊。我们这有义德，那行，要您了就得去。好，哎，罢了，这事儿就定死了，定死了。您准确，没错，行，演什么都无所谓。是啊，行，哎。咱有的话得说到前边啊，啊，这个我们那儿办白事儿，这次搞得挺大事，国内国外来了不少吊孝的人，啊，屋里院外一个个穿的都跟白人似的，你要这样去，不尊敬老爷子，哟，那我怎么办？实话实说啊，啊，您应个景儿，干嘛？无多有少，你得带点白呀、啊。你哪怕说就扎一根带子呢，挂点孝，哎，人家哎，这是这意思啊。姑奶奶，你瞧，嚯，这说相声于谦懂事啊，啊，给拿3亿。不是挂根带子就拿3亿，就说这意思。你愿意不愿意吧？这玩意不是不愿意啊。您说不是我就是说，您看我这现在父母双全，啊、我岁数也不大啊，我挂根孝，您这好说不好听，你知道。这个笑这东西不能弄是吧？这挂白不好看，不好看不要紧的啊，咱们在钱上着不呀？还给什么钱？钱上着不呀？啊，不对，这扎不扎？扎不扎？要扎呢？你要扎的话，美金啊，你先拿10000，10000美金行不行？行，补偿您呢是不是？行，是不是？这扎扎点没关系，带子要扎了呀啊。这袍子你也穿上点吧，小袍子啊，这显着那么干净。我光显干净不成啊？怎么呢？我们这后台同行同业一说，于谦，这父母双全给人穿孝去了。你别让我问住了，别让我问住了。您说啊，京剧红泥关啊，上场出一小花脸啊，从头上到脚下都穿的跟白人似的。人这怎么人不活着了？啊、您说那我知道啊，人那戏啊，逢场作戏。嗯，再者说了，人后台穿一身孝还给彩钱呢。嗨，穿不穿吧？要穿呢，拿2包子，黄瓜，2条，一瞧就没见过什么金子。哎，你看我这表情，金子。您咬牙也没用，金子给2条，金子，3两1条，半斤一条，这么沉，要不要？也穿就拿走，不穿拉倒。啊，这穿啊，穿行吗？这还对，这不就得了吗？笑痛快啊，痛快人！哎，行，你干这行的，那脑子得快，逢场作戏玩儿啊，想开了，图的挣钱呢，就是是不是？没错，袍子要是穿了啊，这帽子你也戴上点儿。我还再戴一白帽子，你万一跟这院里忙活，拿风一搜脑袋，脑子疼怎么弄？不是，咱可说好了啊，刚才那2条可是衣裳钱。哦，带不带吧？带，再加2条，这就4条，前后4条，行了，来个帽子，来这没关系，带4个绒球，带。我先算算吧，挑大号的，1个绒球是孙子，2绒球是低了孙，3绒球耷了孙，4个，我成孙墨子了吧？啊，我没辈儿了，我这个带这显得肉头，你知道吗？管什么呀，多愣得慌，我逮谁得叫谁好听的了。那个前后4条你拿着来给钱是吧？我信你管那个定好了啊，4条说好了，行、啊、4条的、哎、帽子要戴了啊，这鞋呀、啊、你绷上点白布吧，鞋也绷上显得亲近呢 啊好不好？绷上白的，要不然头齐脚不齐呀、啊、哎呦呵，甭废话啊，再加2条，加2条，2条半，这前后啊，2条半，2条半，行着玩吧，这好好，您有钱那就没问题，行吗？可以，再绷个红后跟，我，您这越来越齐，我还近人呢，是亲近人呢，亲近人呢，什么亲近人？这多大？前后6条，7条，半条干嘛？行，听您的，前后7条，干，定死了，行了，好了。
实话实说啊。好，半斤一条，七条黄金。好，你这一辈子你干够了呀。行行行，还说什么相声？哎，不是，干了。行，那个甘先生啊，这回啊，等于您照顾我。哎啊，等这个我办完这堂事啊，这个钱分下来以后，我可不能白了您啊。咱俩二八开账，我不能让您白了。这事儿吹了，哎，拉倒，帽子别盖了，袍子别穿了，盖子别系了，鞋也别崩了，拉倒这事啊。不，咱们单说。不是，我看看，我找别人去。别，怎么着？怎么回事？我这可是孝顺，你回我呀？怎么了？这么大的家业，我干这么些年了，我手指的份儿拿了这点也比你这多呀。自古奶奶瞧，这小子没心呢。嗯，这钱他都要啊？你回我了，饭碗就砸了，差事就下了，那就完了。你就挣你的，你甭管我。得了，以后当头脑我不就完了吗？嗯，好好好，是不是？行行行，哎呦，我帮忙，我找你呢。您够交情，对吗？于先生，帮忙，有什么事啊？啊，您可就说。那当然了。哎，那个，抱点什么东西，搬点什么东西，这我都成。有的是伙计，有的是伙计，你甭掺和这。红二白二我也行啊。哎呀，切个什么东西？包葱的1000多人了啊！哪吃那么些葱啊？这东西。我还用您干这活儿？后头打下手，打下手有的是人，有的是人。那我不落人呢？您说？哎呀，你这人是人太多，实诚人，哪这些穷事？嗯，这样吧，啊，出殡那天啊，有点小玩意儿，你跟着拿着就完了吧。哎，这可不成，嗯，太值钱了可不成。啊、人家都好东西啊，但翡翠白菜我给人摔了，赔不起。没，不是那，啊，不用放那。哦，这小玩意儿，你就跟着拿着就完了呗。什么玩意儿？这小玩意儿，那个小孩玩的花楞棒，拨楞鼓。哎，花楞棒，嗯嗯嗯，这么大个那个，给他把尺寸弄大点儿，长了，放大，嗯嗯，做的花枝招展，嗯，头上还弯起一钩来，嗯，两边有飘带，是写着4个大字儿，西方接引，对，还对呢，哎，怎么了？让我打分去了是吧？这多好，这个，这好什么呀？好。好啊，这个不去了啊？怎么又不去了？干嘛？哦，找当儿子去了？不是，你这就是啊？是什么呀？是发财呀？发什么财呀？后台那么些人呢，你怎么不找我呀？我找了，他们不像。哎，我像啊？你这像也不去，长得天生像干这个？没听说过、啊？我这父母双全，我多丧气！不是你，我给人当儿子去，说好带这不成啊？我绝对不去。前后七，那可不是同行同业，到时候笑话我。我七根金条，那么街坊邻居，我见面我都抬不起头来。咱们说好这事儿，说好了也不成，这事儿我不干。不，老爷子8000多亩现征您了啊！我打发要饭，再砍一半，知道吗？那是他的，这是20多艘轮船吧？不在乎这个，十几家这银行都是你的，我都见过。这买卖家可就归你了，这不全给我？发了财了，我不管这事儿。老爷子跟前还4个女秘书呢，我不开心。老爷子都85了，女秘书也得70多，那4个可都是亚洲小姐，这一个个跟天仙似的，长得漂亮啊。姑奶奶们说了，谁打花这4个秘书归他。完事之后搬到南洋一住，买卖是你的，五人过日子，享不尽荣华富贵，你不干拉倒，有的是人要忘了干。哎，您别生气，别生气，说的好好的，知道吗？别生气，别生气，这刚才一不累拉倒，我乐意。用钱的人多了，没关系。干干干！哎、啊，您别往心里去，刚才脑子一懵住了啊！这事儿行啊？行，你这个你别来这套。不，说相声我见多了，真事儿啊！啊，我真成，说去就去。大伙瞧这模样，一会儿嬉皮笑脸，一会儿呲牙咧嘴。到那儿去一弄这事儿不灵了，我真成啊，成什么成啊？话又说回来了，啊、真把你找去了，你打花报告跟这一哭，啊、街坊你说不对啊，怎么了？老爷子一辈子没儿子，这哪来的？这怎么说？哟，这事儿怎么办呢？要不这样、啊，就说老头年轻时逛过妓院，留下野种。我是野孩子，不累拉倒。这事儿修脚八万的过到行上、啊、来，你答应不答应吧？就这么说行吗？就这么说，我还得嘱咐你啊。没事，您说，你不能回我啊！你要到那儿去见着姑奶奶，你得跟真的一样。哎，这您放心，你该哭就哭，该咱们演戏逢场作戏，说哭就哭，说乐就乐。你会到那儿，你磨磨丢丢的，这要我亲命啊！不能够啊！说来就来，当时就。
就哭。真假的？演戏嘛。我没跟啊，对你的。我干多少年了，你们真假的？怕住了啊？怕住？这不怕什么的？我这吃饭家伙记在你身上了。没关系，你不能坑我，你知道吗？当时眼泪就下来。真的假的？一点问题没有。是吗？但是没错。你别半截乐出来啊！我干嘛呀我？啊，行啊。这饭碗子呀这儿。哎，你明白这就行。当买卖干。罢了罢了，好不好？罢了罢了罢了。那这样说咱行是吧？行，没问题。不过还有一样啊啊，终归这是你说的啊，你跟这儿你，哎，你试一把我瞧就行了。说这是万贯家财的事儿啊，是不是？这真砸了，我担不起，我真担不起。不是啊，这怎么是的？就好比说，这就是灵堂了，你弄好，你哭两声一瞧，哎，有点意思，到那儿去，你咱就齐了。哦，这就是灵堂了。这好比说，这就灵堂，啊，是吧？这都好了，这都弄得了啊。啊，你爸爸就跟着你躺着呢，哎，是吧？你爸爸在这里了，我爸爸在这里呢。对对对对，我爸爸是蛐蛐儿。别瞎动，怎么跟这里躺着？这老爷子挺好的，别动，别动。这就是这儿，行不行？对对，不是，你要不乐拉倒。不是，不是不乐意啊啊！这我行是行，行吗？我跟您说，咱就去，直接去就完了。你说的容易，我跟这是没气氛，这东西。啊、我就说那就当时就哭就啊，有办法啊，真有办法。你瞧。我跟着老爷子这么些年，我什么没见过啊？我想的能不周到吗？您怎么说是怎么想的？我给你化化妆，化妆，你穿好了办得了，你自己找着这感觉。你演这么些年戏，哎，没遇见这么合适你的活儿。真的，你，我都替你美得慌。那我试试，我凑着乐去吧。哎呀，这，你、哎、说这事儿弄的。都带着呢，是怎么？就给您预备好了，这是我上你们团呢，要的你那服装尺寸啊，特意给你做的。这位真下了功夫了，来来来，来于老师慢一点啊，您慢点，来来来啊，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啊，啊，你天热，应该给您做一个凉快点的。啊，您没事，就将就将就，来来来，行啊，行，嗯，可不是行吗？按照我那尺寸做的吗？是是是，嗯。哎，别说啊，啊，这一般人穿这个他没有这个气氛，您穿着这马上看着就像着呢。谁穿着这看着都像啊？来来来，上面有一个小帽帽啊，啊，戴上这个，啊，活泼，就这个，太好了，行吗？太好了，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咱们简简单单的呀，啊，给你做点小道具啊，这什么？哦。好比就是那翻儿，你知道吗？嗯，你别挑眼啊，别挑眼啊。没关系，没关系，咱就说好了。先来这个，咱们就是演戏，啊、是逢场作戏。来，大肩膀，啊，像干这个啊，这一看有师傅有徒弟，你知道吗？这还传上了？有，这好啊，这好弄好了，省得漏风这儿啊。嗯，行，不是这我光一人这啊，这还是气氛哭吧？不是您咱就算了，这看着您看没问题了吧？咱到那儿就去、啊，到时候家里人围上以后，这是到那气口，当时就哭出来，没有问题。这光我一人干低了，这情绪不好弄，您知道吗？一人没有这气氛啊，这就是您，我给你找几个帮忙的，这还要帮忙呢？找几个帮忙的行吗？大伙儿配合你行吗？哎，那就行了，行吗？有气氛了，好。你瞧瞧，为了你，大伙儿容易吗？你瞧啊，是，美国死人都有，你看吗？各式各样的，这太平天国的，这是你看见吗？行不行？是，热闹极了，这就是现场，这就是现场，现在跟真的一样。那咱们大伙儿都是闹忙的啊，连吊孝的都有，有吊孝的吗？还吊孝的。你兄弟，你们俩哥俩呀、啊？这哭错了，哭错了，哭错了，哭错了。回去再练练。不错，您就这人没问题了吧，于老师？行，那咱们我搀着你，我搀着你吧。来，大伙儿掌声鼓励一下，相思。
8000多亩都是您的。得嘞，来来来来，小子少捅吧。那个轮船公司还有我的，二都是您的。你银行，哎哎，你还哭哭？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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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怎么回事？老爷子还没死呢，没死。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大上寿》，表演者郭德纲、于谦。丁文元呐、王文进呐、刘文亨、刘文真、任文丽、刘文步、文字他最小，是啊，元亨利真、学习进步，他行第八，他最小、老先生老子多好，对，说实在我真佩服他、我到人家这岁数未必能赶上他，是啊，多少唱片当当当当当当当，哎，一套拉不下忘不了，可不吗，记电话，无论谁电话抄去，谁李经亮当时就说是啊，就记住了。我现在说实在的啊，我不看本我记不住。哟，这老头儿，天津的北，不管是哪儿电话，只要他知道的，当时就打，当时就通，就对，错不了，就能知道。今儿一进后台就是，拿个电话来，喂，北京精神病院吗？那儿电话都记住了，精神病医院对不对？那边可能对对对，你看一下302房在吗？哦，有人告诉我啊，先生不在。哎呀，我真跑出来了。听说过，哦，这才知道，这个说实在的，老前辈啊，学吧，他很幽默呀，我跟他们爷俩关系特别好，哦，有时上天津去，必上他们家去，瞧他们去，上家去跟老头一块儿喝点酒，聊两句，陪着待会儿，高兴，哦，我人好串门子。您我喜欢串门、好啊，您是我们哥俩也是如此啊，经常串门，他有时没事上我这儿来，对，把我拾弄屋子，擦擦地，外面弄弄狗，是吧，忙活一个小时就走了啊，就干一小时，那俩小时这单说点是吧，干嘛小时工啊，是怎么，不是上串门吗，串门增进感情了，对，我也上你那儿去啊，也去嘛，我也去啊，啊，那天我上前门这儿买东西来了，哦，一抬头去啊，嗯，走到陕西巷了，陕西巷到了于谦的家了，我闹不清楚哪件事，我找吧，哎，这家挂红灯笼了，于谦的家没听说过，您先等会儿再说吧，啊，这没有这样的了，现在这两天眼打都摘了，知道吗，没这两天闹禽流感是吧，他们单位都不让干了，卖活鸡活鸭嘛，没听说，没有没有啊，这两天的我也不没有了，鸡都没有了啊，去，没有，瞧这个，你有日子没来了，哦，瞧瞧门吧，去进去，这道路我不能骂着过去，是吧，您卷着过去，有一疼能语啊，什么乱七八糟，您说什么呢，上桥不都桥能语骂什么语，名语成语，哎，对啊，成语，哎，成语啊，骂门而过嘛，骂门而过呀，啊，没听说过，骂卖门而过，卖门而过嘛，对，敲敲门吧，哎，一会儿功夫打里边门分左右出了一人，哦，这漂亮啊，是啊，我大嫂子，我媳妇儿，说实在的，我认为于谦这辈子不容易。那当然，这时候咱哥俩掏心窝子说话啊，尤其婚姻上，这是这两年才顺利。是啊，打小的时候家里定娃娃亲，哦，胡闹，我们那年头4岁的孩子老了，这什么叫过日子啊？4岁
不懂。那女的57，太大了吧？这个孩子委屈这么些年啊，后来这算是分开了。他可得分开。22岁又结婚了。哦，又娶妻。22、23连着结两回婚。怎么还一年一回？结两回不俩媳妇吗？俩媳妇，啊、一个是让本家领回去了啊，一个让徒弟拐走了。我都不是正差和尚，你看看啊，不是这几年嘛，这才娶个媳妇儿，小媳妇儿漂亮哦。早先上他们家是当保姆，伺候他父亲。哎，来第二天不怎么，他父亲去世了，跟我没关系啊。啊，那谁知道是吧？这甭猜了，像话吗？俩人结婚了，哟，小嫂子这尊呢，好看呢 啊！看见我就冲我乐，缺德呢。好些日子没上这儿来了，怎么说话呢？这还是你啊？嗯，讨厌，死鬼！他没溜这人说在的，可不是没溜吗？你不学他就这样了。他好诙谐，你知道吗？这用得上吗？这地他跟我逗着玩，我能吗？您可不行，对不对？老嫂比母小，说的是人啊！哎，我得尊敬啊！是忙呗。你晃有什么呀？跟这尊敬啊，尊敬您就说就完了呗。把我这份尊敬的心情啊，行了行了，不用这个。大身上的呢？我现在算了啊，没有。我说，听说谦儿不在家。听说不在才来的是吗？谦儿在家不在家？到底啊？你说实话，在家不在家？到底在不在？你要干嘛呀？真在这是真不在，快说啊！别逗我，别吓我了啊！你多会算日子呀！啊，实在是不在呀！我这不上越南演出去了吗？好嘛，给我支的还挺远。是吧？走半年了，你装傻是不是？不一个半年演出吗？啊，你给联系了，你忘了？忘死死的啊！这还说相声？我得瞧瞧老太太呀！啊，于谦不在，那看看老太太。哎，这是正经事儿，跟我的亲娘是一样的。对喽，迈不进来，你媳妇把门关上。啊，脱光。干嘛这么嘀嘀咕咕的呢？客气嘛，跟嫂子尊敬嘛，是吧？你刚开始让我抽你，尊敬啊，是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是很尊敬我嫂子呀，是吧？啊，不是老太太呢？老娘在哪儿了？啊，老太太上房了。对，找个棍儿啊？不是这个，找棍儿像话吗？扔下来了。什么上房？上房了吗？上什么房啊？上房屋里坐着呢。嗨。说清楚了，北京城讲究这个啊，东西房、南房、北房，嗯、上房老人居住，就正房。一推门啊，呵，我替你高兴。怎么了？老太太精神，哦，身体好。说实在的啊，嗯、做儿女的什么事最高兴？嗯，就是父母健康。啊、这对，老太太往这一坐，奔90的人，嗯，腰不塌背不驼，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哎，呵，老太太脸上啊，嗯，皱纹瞧着都浅。是啊，比那二娘看着又松心了。瞧着少小脸蛋红扑扑的，嗯，坐在这儿啊，举这本《金瓶梅》啊，哎，撂下，撂下，撂下，怎么了？看什么书不好看《金瓶梅》啊？啊，古典文学嘛，那么多古典文学，单挑这本是吗？这本不是画多吗？您换点别的吧，换点。老太太好看这，研究着古典文学，啊、人情世理，一看书，老太太精神焕发，呵，啊、你瞧人西门大官人，全这姿势啊，好好这个，这没不用这个姿势多肉头的啊，换吧换吧，我看着呢，我过来了，老太太，哎，老娘哎，嗯，您挺好的，嗯，好，呼，小子你来了，这些日子你怎么不来呢？嗯，你嫂子见天念叨你啊。这什么毛病？我媳妇儿这是。那你怎么不来呢？啊啊！一想起你来，这背地里还擦眼泪吗？那老太太都瞧出来了。是没办法。嗯。我妈不让我走斜道。啊、上我们家是走斜道。斜街呀、啊，那边那几条胡同，7条胡同、8条胡同，忘了。歪的呀，胡同都歪的。啊。那几大胡同是吧？都歪的。我没来，今儿瞧你来了。嗯、啊。老太太硬了吗？哦，老太太乐了，一回头，嗯，这后边脑袋爪这还带着一朵小红花。哦，不过年不过节带花什么意思呀？嘿，这
你不知道啊？不知道啊？您赶对日子了啊？是吗？那天是我妈好日子，老太太出门子。对。你妈才出门子呢，好日子吗？好日子就是出门子呀。那你说怎么着？回门，回门，还是结婚？不是怎么回事？那天我妈的生日。呵，你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啊，你说愣赶这天啊，未必有功夫啊。这对呀、啊。太太，呵，您过生日，哎，我不走了。干嘛？讨您杯酒喝，应该。待会儿给您磕头。对，要碗长寿面吃，图个喜庆嘛。这老太太坐这儿，老太太，您家您干嘛了？嗯，没事儿，看看书啊。别替他看书了，看看书。嗯，哄着我这几只猫跟这玩。哦，养猫了。这老太太，别人家养狗她不喜欢，嗯，就好养猫。哦，大猫。哎，我说有一只，那白的哪儿去了？他都熟，十来年了那大猫，特别胖那个。对。别提了，嗯，死了，哎，12年，你瞧，没被我坑死，这大白猫啊，老猫，这么大跟着我，死了，我有先见之明啊，怎么？我提前怕它死了，哦，我让于谦啊借了录像机，摄像，录了盘片子，哦，老师一看有个念想，我给录的，哎，打开电视，啊，看看那猫片，啊，哎，对对对对对，那遥控，不是这什么遥控啊，别遥控了，这怎么了？什么猫猫猫的那片子，大白猫的片子，咱这就别说这词行不行啊？猫的录像，对，脏心烂肺吧，我们就看猫的片子。再来这套，我抽你，你信不信？看电视嘛，咱们看电视就完了吗？看电视嘛，啊，这会儿听在外边啊，院门响，怎么？扒窗户一瞧，呵，嗯，你这仨姐姐来了。呵，我姐姐老于家孩子多呀，是，你是仨姐姐一个妹子，对，大姐二姐三姐老妹子，哎，姐儿几个住的都远，哦，一个住张家口的，嗯啊，一住的张北的，啊，一个住的河南那边的，哦，都不近，轻易来表，是，今天老太太过生日，姐儿仨都来了，祝寿吗？赶紧迎出来了，啊，一瞧大姐那弄两只羊，呵，二姐那弄两只鹅，嗯，三姐那弄两只鸭子，嗯，赶紧进来吧，赶紧进来吧，哎，搂着大姐，抱着二姐，哎，哎，回来啊，回来，哪儿啊？还往卡布当底下家呢，是怎么？我让他们那受礼啊，那羊啊，这什么的，说清楚了，这得赶紧上屋去。哟，有日子没瞧见你们姐儿姐了，上屋去，姑奶奶，姑奶奶来了。哎，跟老太太聊天，门口汽车响，一听这声音就是好机器。是啊，嘟嘟嘟嘟嘟嘟嘟，三蹦子呀！拆开门啊，5分钟之后，等这黑烟下去，我一瞧，啊，凯迪拉克。凯迪拉克有那么大黑烟吗？啊，13开门，凯迪拉克开火车来的，门一开啊，有大头里边噌下了一姑娘，哦，大高个啊，嗯，这模样跟你差不多，是吗？留一长头发，哦，穿一旗袍，嗯，一下来拿小手绢擦这汗，热了，天太热了啊，聊着旗袍这扇，哼，撂下，放下放下，谁家姑娘有这么扇的吗？这个热吗？热也不能这样啊！不能聊啊！天太热了，哼，不行！你看怎么着？怎么着？你干嘛非聊这个呀？你非被人热死是怎么着？这山上不就完了吗？这是谁呀？这是？我忘了啊！我不认得了。其实这是谁啊？谁？你老妹妹。他您怎么不认得？我不认人就眼睛眼笨呗！我说呢。啊！我说这是谁呀？这是看着是恍惚的眼。哦。不是您这是哪宅的小姐嘿啊？他急了啊！你不认识我啊？你再想想，你说我哪宅的小姐啊？我是姚宅的小姐。你妹妹才姚宅的呢！你妹夫姓姚啊？姚丽萍啊？那也不能像姚宅的，老姚家的嘛。那这么说行？呼，哎呦，老妹妹啊！这怨我了，这怨我了，就怨你。你胳膊这俩瞎窟窿，我说真没瞧着，可不是你吗？啊，是，可不是我吗？小的时候咱们就一块玩，是，您是孩子头，我们大伙儿跟您一块玩，玩过家家，哎，玩娶媳妇儿，嗯，您就演这新郎子，嗯，我就演这新媳妇儿，哦，我哥哥演大舅子，什么辈儿这是？都忘了你的都是啊。老娘等着你呢，嗯，等会儿带着寿礼呢，哦，也带着呢，打开后备箱，嗯，两只野鸡，这是寿礼，呵，他住的山区啊，哦，
上山打了一俩野鸡。哦，哎呀，这个你城里你买不着啊。是吗？野鸡进，野鸡进，寿礼进来，寿礼进来。您这酒叫寿礼的吗？这寿礼进来，姐儿四个一字排开站齐了。啊，老太太乐坏了。哎呦，闺女们，你们可来了，太高兴了。妈都想死你们了。啊啊！大姐说了，这样吧，啊，今儿我们来不能白来。怎么？给您拜寿，一人先说点祝寿的喜歌。这太应该了。大姑奶奶先说，嗯，今天上寿两只羊。哦，炕上坐着有寿的娘。嗯，待会儿吃了长寿面。啊，愿我娘福寿绵长，福寿绵长。吉祥话。老太太乐了，谢谢。我妈干嘛呢？这是来刚看一动画片吗？是吧？兔子耳朵吗？是不是？没听说过兔爷呀。啊，二姑奶奶过来了。啊，今天上寿两只鹅，炕上坐着有寿的婆。哦，待会儿吃了长寿面，愿我娘福寿三多，福寿三多。还是好孩子乐来。耶，这毛病大了。三姑奶奶过来了。嗯，今天上寿两只鸭，炕上坐着有寿的妈。嗯，待会儿吃了长寿面，愿我娘富贵荣华，富贵荣华。好孩子乐了。哎，谢谢。活动活动吧，这全是这个呀。你妈这番瓷实，那也不能老使啊。老姑奶奶过来了。啊，今天上寿两只鸡。嗯，炕上坐着外国鸡。啊，外国鸡。老太太乐，谢谢。还谢谢，谢谢。不知好歹了，怎么都。姑奶奶们来的是好事。嗯，过生日吃饭这事儿，我得都揽过来。您干嘛？我得下厨做饭去。哦，您忙活这事儿。人家这姐儿四个清理的不来呀。哦，你们跟老太太聊天。是，我做饭，团团圆圆的。说吃面是最好的呀，长寿面啊。什么卤子呢？你想想，猪肉卤怎么样？太腻，肥。羊肉卤行，太膻，有味儿。牛肉卤好啊，塞牙。没有了呢。老太太来个什么卤呢？什么卤啊？哎，你妈来个油葫芦。给你妈来俩三影儿。哎，像话？油葫芦像话吗？油货卤啊，油货。鸡丁、虾仁、肉末、浸的熟油。哦，这上档次。您会做？好好，行。我下厨亲自做饭。好，好吗？行。你们姐儿四个跟老太太聊天。哎，嫂子跟我一块儿去忙活去。我媳妇儿。哎。我说你这干嘛呢？这眉来眼去的，你们屋人都说话，我大声了，老做饭去，不合适，小声。你小点声就完，你这满脸跑眉毛的多难看。这你小点声。嗯，嫂子看我一眼。好，走。好，傻子呀。做饭吗？啊，来到厨房，关上门。嗯，笑好了。嗯，搬过面缸来，顶上门，这帘都挂着。你要干嘛呀？做饭呢？是做饭吗？这个做饭呢，门得紧点啊。干嘛要门紧啊？我为了你啊。怎么？为了你啊。您家没有那个抽油烟机啊？哦，一炒菜油烟子出去，被老太太熏着怎么办呢？那你就不怕熏着啊？我们会人工呼吸啊。去，人工呼吸用不着。正忙活着呢。啊，听到外屋你那儿子哭。怎么了？一听就是他。不是他啊，不是他，喊小孩哭呗，有这事儿吗？哭，怎么回事啊？嗯，闹起来了，这孩子淘气，怎么了？家里来这么些人，他人来疯。哦，这屋跑那屋，喝着闹，搂着那胆瓶跳舞，好嘛，皮儿啪的胆瓶碎了，哟，胆瓶碎了没事儿啊，里边有一烟袋要的亲命，烟袋，呵，翡翠的嘴，白瓶子锅，乌木的杆儿，有这么一个，这是老太太当初的陪嫁，对。多少年了？嗯，四五年了。对，四五年不会叫什么呀？四五年不像话。怎么呢？这四五十年了。四五十年了。对，当初老太太临出门的时候，你姥爷给的。对，拿着吧。啊，嗯、到了婆家不比在咱们家。嗯，想爹妈了，看个烟袋啊，腻味了，抽一袋。是，一片心呢、啊。嗯，这烟袋到手里，每天都得用。嗯、后来。日本鬼子打进中国，哦，两队日本兵冲进你们家，嗯，一队日本兵把烟袋搜出来了，哦，一队日本兵把你父亲押出来了，对，日本军曹拄着刀，嗯，一直你母亲，嗯，这个烟袋和你的丈夫，嗯，你只能选择一样，哎呦，老太太眼泪都下来了，啊，一直你父亲是还干当狗吗？啊，还留这烟袋啊？留着多珍贵啊！你父亲被捕之后第二年，嗯，生了你大姐，对。啊哎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全家人。不，你先别说了，别说了、啊、不对了，这日子怎么呢？我爸爸被捕第二年会生的我大姐，你父亲从日本军营跑出来了，这对了，一枪就撂那儿，还没他什么事儿，这个就打腿上，打腿上。您把这话一块说全了，成不成？所以说，就说这烟袋这真贵，咔咔咔碎了。哦，老太太急了，嗯，后边追着孩子，呵，娘俩跟院似的，滋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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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这？对啊，到最后老太太藏在窗后，一伸腿，孩子过来啪扔那儿了。你瞧玩这游戏啊！老太太指着他，缺德孩子，人来疯了你，嗯，家来人疯了你了，再不管怎么弄啊？哦，我非抽你不可，打我，舍不得。你别，这老太太下不去手，嘎，来回，啪啪啪啪啪啪，嘎，这，拿棍儿接着，行了，我妈动画片看多了是吧？这什么方式的都是，疼孩子，这是疼孩子，疼孩子嘛？啊，孩子哭，大人闹。你媳妇儿听见了哦，可了不得，赶紧吧，啊，面缸挪开，把帘儿拉开，插销插起来，是，你把那钥匙给我，把这料锁开。谁让你费那么大劲来了？来了，赶紧出来，嗯，往这一站，眼泪下来了。怎么了？孩子一脸血啊，打的。你想想，刚才断着腿，啪啪啪啪啪，真下得去手。铁人就不行啊，是吧？是啊。一瞧这个心难过，可是你不能说呀。怎么？这是自己的婆婆呀。对，一着急唱了，还唱，唱几句平戏埋怨老太太词儿。哦，怎么唱的？接吧。
上厕所吧，厕所锁着门。哦，刘先生也闹肚子。好嘛，刘文步闹肚子。啊，流坏水了。好，流坏水了。上厕所，月波急坏了。啊，你怎么弄的？车厢里边不让拉。多新鲜呢！啊，找列车长去了。啊，有播音室，我能接手吗？播音室，出去，不理他，根本就想一办法。啊，在车厢里边把裤子褪下来了。啊，拿笔在屁股上画眉毛，画眼睛，画一脸，撩开车窗户，屁股探到外边去，吐一泻千里。好嘛，车底有人还说了，哎，大胖子吐了。今天跟这个网上出的节目单不太一样，是啊，没事儿，这叫特别奉献。哦，你看今天头里边叫小帆就说了两回，啊，俩叫小帆，他们这么欺负我吗？怎么？啊，我总是叫小帆，他们跟我笑。啊，跑您了，徐德亮，嗯，李云杰，这孩子都坏。知道我今天闹嗓子感冒发烧，使不了这个，还有使不了。嗯，谁说的？哦，您还能来？哎呀，好的，好的，好。我没说我能唱。那您前面这铺这么半天，是我说的吗？哎，您那意思就是？你还是让我岳父气的我。好。你们爷俩就甭置气了。叫小帆，嗓子好也能唱，嗓子不好也能唱。哦，也行，一样能唱。那您唱吗？一见公之道领间，我要本宫洗心间，斩立宫门，叫小帆。嘿，好呀，他这齐派的叫小帆。一样，你管他那个去了是吧？没高腔。今天很多朋友打天津就赶回来了，就是让人感动了。哎，对，而且还来了很多新的朋友啊，头次相见，有新面孔，谢谢您支持我们。对，也有不认识的，嗯，学生叫郭德纲，哎，相声界的小字辈，嗯，于谦老师，没，谈不到老师，啊，没有，没有，没有，干了一辈子了，这时候就一辈子了，要完呢，我是。差不多，什么就差不多呀？反正就是说，干了好些年了吧？哎，干不少年了。没有说您身体不好的意思，不要多想。啊，没这意思。您这精神一看就能活到死。啊、我还是要死。是，你看，你放心，这个月没事儿，知道吗？下月就完。不是，我是说，你看后台这么些个得病的啊，这么些得病，你看王月波，嗯，对，川癌啊，川癌呀，这什么？这都是刘文步，你刘坏水，仨人一病啊！这找一孙亮公给他们紧进什么的，好嘛，是来私扣，有病看去，嗯，有病看去，你别耽误着。那倒是，养病如养虎，哦，虎大要伤人，那可不是，一点都不假啊，是不是？没错，现如今医学很发达，嗯，大病小病都能治，能治了，不像过去，嗯，啊，大医院少。老百姓花不起钱，嗯，当然了，我的小病上街上也便宜，啊，街上也能看，头疼脑热，嗯，拔个牙什么的，哎，对，有拔牙的，是不是修脚？哎，是，嗯，街上给仨瓜俩枣就拔了，哎，这就能看，但是这个骗人的居多，哦，有生意，有生意，是吗？这里边有假的，哦，这也有假的，你看他写药到病口，净骗人的，哦，跟着拔牙似的，嗯。那大横幅挂好了，哦、他坐在那儿摆桌子，嗯，知道吗？那大盘子各种牙都有，各种牙，哎，大的小的，哦，还有这么大的啊？有的牙这么大个，跟麻将牌似的。好嘛，小瓶子、小罐子，嗯，各种的红药沫、白药沫，哦，药膏、药水，还有药啊，花椒面，嗯，葱花、酱油啊，面酱，熬鱼这点佐料。这全是佐料的，怎么治啊？太好了，剪子、刀子、斧子，分凿斧锯、大管钳子，路径改过来的，这有拔牙的拔牙，没拔牙打家具都干，没听说过，两个样掺和着，有这个贪便宜的哦，找来了，哎，牙疼，牙疼，牙疼啊，啊，张嘴，一
张嘴，真听话。大夫拿一电动的小钢棍儿，钢棍儿，哎，往嘴里一伸，嗯，豁了，哪个疼？嗯，一豁了哪个疼？对，放心啊，嗯，找我就行了。哦，疼吗？我就怕疼，你放心。嗯，我拔牙不脚疼。哦，不脚疼。嗯，甭管，拔牙不脚疼。脚疼啊，那是不疼。多缺德呀！啊，拔牙脚疼是废话嘛。多少钱啊？嗯，好，五块。五块，你这五块哪儿就五块？你便宜点，你看。滑线儿，你瞧，小牙还四块，还分大小。你看你这多大个儿，你这个，嗯，放上腰机扔到排堆里，就他个儿大。好嘛，比这还大呢。嗯，太贵，五毛行吗？呵，五毛干脆。嗯，来吧，拔了。你看，反正力气活呗，是吧？啊，借五毛钱扔兜里，痛快了，半斤饼钱有了。啊，吃饭的钱。坐下，坐下，坐下。嗯，来凳子坐好了。您这不给您大躺椅吗？那是理发馆，知道吗？跟理发馆有什么关系？拿一大老虎钳子。嗯，张嘴。哪个？嗯，这个啊。嗯。嘿，这就蹬上了。坐下，坐下。好嘛，都给蹬起来了。嘿，哎，呵，这，你别跟着我呀。你瞪人家人不跟着你，坐住了啊！嗨，呵，你是这走，好嘛，得一口袋踩着脑袋，嗯，起钉子这是。我看这也不像拔牙，还得点痦子，痦子这坑人，这怎么也骗人啊？找一个白布，嗯，画一大脑袋，啊，对，啊，点好些个点儿，啊，你打着过喊你，嗯，哎，这位，来来来。什么事儿？嗯，脸上这痦子不好，怎么不好？漱过口冷了。您说，这痦子克父母。哟，一分钱我给你点了去，花上多少钱？啊，这便宜。父母老亲健健康康的，好，好，好好好。你搁谁一琢磨一分钱，真的假的？反正心里痛快。图个吉利也干啊。往这一坐，嗯，他打给小瓶儿。哦，小瓶儿里边是白颜色的药膏。哦，有药膏，拿一个红木的骨头签子，哦，拨了出来，往脸上给你点，哦，点的时候你可记住了，嗯，刚才说克父母这个，嗯，先不点，留着这个，先点别的，哦，谁脸上找点黑点都有的是，那可不是吗？哎呦，这个不好，这个克子女，哦，哟，这不行，一分钱的事儿啊，啊，脸上了，呀，嗯。可兄弟哟，可姐妹哟，啊，可妻子嚯，可老丈人，可街坊，连街坊都克呀，可卖薄饼的，哎，嗨，那克就克了吧，那个。哎呦嚯，这得拿车闯祸！哎呦呀，这个得拿飞机闯祸！蹦得了那么高吗？这位点吗？啊，点了1400多个。好家伙，这脸小白点儿，嗯，点好了，把钱拿回来吧，给钱，钱要过来，掖在兜里边，遛弯去吧，嗯，去遛去吧，转悠去啊，一个小时回来，我还回来，真听话，顶着一脸白米饭出去逛街，好，一脸的白点儿。一个小时回来啊！啊，坐这儿换药，哦，这就换药了。又拿起一瓶来，嗯，拧开了，红颜色的药膏，哦，又是药膏，剥了掉一个白的，嗯，给你点上一个红的，这就换药了吗？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啊，简单，什么区别？什么东西呢？这药呢？啊，就是咱们刷浆用的大白。哦，这大白呀，啊，白，多少钱呢？啊，反正是买一毛钱的，够他使一辈子。太便宜，和上水调好了，嗯，白的这就是这个，红的这个里头，它加上硫酸，硫酸呢？对，完全指着硫酸往脸上烧这肉，哎呦，生往下烧啊！可是它很聪明，嗯，
他是先点这红的，这一千多个点不上。对，点一个就疼啊！你想啊，点第三个，前两个都冒烟了。嚯，那么厉害啊！是不是？先点白的，把钱要过来，哦、给你换红的。你要说疼不点了，那是你的事儿，这钱可不退。哎，都琢磨透了，不知道一个点，不知道得点一个，呵，这满脸烟雾腾腾，全冒烟了。加头吧，加头吧，啊，这就完了。一个礼拜别洗脸就好了。哦。真挺快，一个礼拜，一个月你也洗不了啊？怎么？愣往下烧肉，这疼啊！一个半月过去，洗完脸一照镜子，看了五天，肚子一个都没有。好了，这脸大麻子呀！好嘛，全烧成那样了，坑人呢！啊，现如今行了，现在医学很发达，哎，没有治不了的病。哦，这病就都能治了吗？像过去来说，肺结核死人，啊，那是老病，对吧？对，什么这个白喉，是都死人了。哎，现如今很多病根本就不叫事儿，都能治了。到医院去，你想象不到的，是吗？想象不到，很简单病，你看到那儿就治好了。是啊，哎，从里到外没有不行的，里外全行，包括这胳膊腿哪儿都行。啊，这四肢都没问题，没有问题。哦，胳膊掉了都行。掉了还能治？你看不信？你看，比如说吧，啊，怎么比如？于谦于老师，拿我举个例子，演出散了，哦，大腕儿跟别人不一样，啊，有区别。后台呢，有开摩托的，哎，有开金杯的，哦，李京开夏利，是，于老板跟他们一样吗？不一样，蹬一飞哥，对，我骑自行车，走啊，俩轱辘啊，可不是俩轱辘吗？往前走，嗯，前面路上有一姑娘。哦，女孩也骑自行车，嗯，打后边一瞧，太漂亮了，哦，长头发到后腰上，哼，那小腰就一欠儿，啊，于老师看着爱了，喜欢，你瞧瞧，看看，瞧瞧正脸啊，长什么模样？哇，下着功夫，兔子都是你孙子，就那么快呀？快呀，啊，我跟前儿了。这脸长得跟孟凡贵似的，嚯！您瞧我这进肺的，吓坏了。嗯，一捏闸，哎，大车上吱，啪，摔地上。哦，这边来辆大卡车，嗯，打你手腕那儿，滋，怎么压过去了？从手这儿，哎，压过去了。哟，周围老百姓吓坏了啊！出事了，喊呢，压了流氓了，没听说过，超流氓压。不不，这别嚷了。好心人居多呀，那是好心人吗？这个有喊压流氓的吗？打电话吧，啊，一会儿功夫急救车来了，哦，救我来了，车一停，嗯，有俩上面下来俩女护士，哦，一米八大高个，哼，青须须的嘴巴，一巴掌宽虎心毛，这是护士吗？这个好看，拧着眉瞪着眼，啊，穿一大皮兜子，哦，脚底下穿着水鞋，嗯，下来就问哪儿了，压哪只了，好嘛，啊，这个，嗯，搭起来，一二三，扔，这个扔车上，关门，啊，这送的顺义肉联厂去了吧？是啊，什么叫是嘛？我没去过，我就不知道。这是护士吗？带着我就走了。小护士吗？是护士啊。拉到医院去了。啊，孩子这儿来，登记啊，姓什么？于谦，叫什么？啊啊，都写好了。对呀、啊。男的、女的，多大岁数？嗯、啊。什么工作？哦。结婚吗？啊，离婚没有？啊、这看个病，管着这么些事吗？这我都问详细点啊。结婚都是干嘛的？啊、好。得过奖没有？几岁戴红领巾啊？这都写上，管得太宽。孩子这屋来，大夫一瞧，先打针。哦，打针，打一针破伤风针，这倒对，省得感染。是，来到这个床上，嗯，哎呦，好了，有人摁着脑袋，干嘛？跟这儿撅着。嚯、哦，大夫过来把裤腰带给解了，干嘛？这一拖到底，还踩一下，到地吗？这样。拿圆珠笔，嗯，这干嘛？画一个圈儿，干嘛？打针的地方，这还瞄准？嗯，打吧，画一圈啊，嗯，然后把这都涂实了，费着个劲。打开冰柜，嗯，把针拿出来，哦、拿过一大桶那个破伤风针药水，哦，打完了做好了，嗯。
嗨，好嘛，哎，走，这是打针的吗？这个打完针啊，扶起来，做手术。哦，还有手术，因为你的手腕子已经被压坏了啊，手腕叮叮当啷就连着一点筋儿，你看看，得给你截肢。哎呦，从这儿切，从这儿切，怕感染呢，这就那也不能太长了，我这个是这还给你换新的呢，哦，还换？哎，哎，好了，拿绳子都捆好了。哦，有人过来拿手巾捂上你的嘴，干嘛？大夫一回手，把冰柜打开了，冰柜找。找了做手术的钢锯，钢锯搁冰柜里干嘛？冻着消毒啊。这是带鱼，什么都有。呵啊，紫薇薇蓝瓦瓦，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好嘛啊，哆里哆嗦，怕什么？嗯，奔你肩膀子就来了，锯两边都摁好了。嗯，你捂嘴那个，使劲边上通气啊。哦。拎着你的胳膊往后走。哦，走了。后边有倒模室，倒模做假胳膊地儿。哦，到这儿拿你的胳膊敲门。闲的吗？这不是门一开啊，技术主任出来了。怎么着？什么事？哦，胳膊一举啊，你猜。这边都快死了还猜呢？还哎，真有这心肠，我告诉你。好玩吗？哎，主任接过你的胳膊来看看。嗯，手腕子这破了。哦，这戒指是我的。这都骗，甭管了。嗯，拿到后边上仪器。哦，十分钟怎么出一条胳膊假肢，跟你这一模一样，拿手一摸是肉，还没区别，一模一样。然后你原来这个送后食堂了。这吃了一会儿功夫拿过来，上好了有螺丝。哦，哦，这还有螺丝。哎，您好了。嗯，拔过去一罐儿那漆，罐儿罐儿，哗啦啦啦啦啦啦。严实还得找找，不能看不出来啊。打这儿起这胳膊，这手跟真的一样。哦，就没区别了。你看，你伸手看看，这不，你看一样吗？哎，这就是真的。这个什么叫一样嘛？怎么都行啊。啊，写毛笔字儿。嗯，写毛笔字儿能写。你一样，原来写，现在一样写。哦，摊开纸往上一写，是。以上我看过了，全对，于谦啊。这是老师判卷子，我监狱里。嗨，行了，你就甭说写什么了。弹钢琴，弹琴也行。弹琴，呵，弹钢琴，打去吧，弹去吧。哦，打字，电脑打字。这不是打字呢，啊，这刻毛豆呢，这。不许美化自己啊！是，这叫美化呀，啊！老夸自己了。打字有事儿的吗？这键盘搁近，眼神不好。这太近了，这。你练功练气功啊，忙活你的，你的工作是吧？都不耽误，是吧？你工作才干这个呢？不是。气功啊，是吧？什么气功啊？这是挺好，嗯，好，都能干。打架不行啊，打架怎么不行？您人家骂你打他吗？打，啪嘴巴，你看你痛快了啊？人家比你还痛快，怎么？人叼你胳膊就跑了？哎，那就甭打了啊！胳膊能好？你这玩意儿多神奇！这没事儿，腿也行啊，打腿啊？哎呀，一样啊！行啊，那技术是一样的，真的吗？你看你胳膊好了啊，你又出去野去了啊？我也没记性，人家代表。还去出去逛街去啊？哦，看看大好河山。哼，走来走去呀。嗯，这是一什么地儿？大高墙。哦，俩窗户，窗户往外飘水蒸气。哟，男耳朵一听，哗啦啦有水的声音，有水声，里边有女的说话。啊，二姐，给我擦擦后脊梁。这就是传说中的女澡堂吧？干嘛还传说中的呀？想我于谦。啊。未曾到此地参观过，这是参观的地方吗？啊，这一点是我很不如的父亲呢。我爸爸干过这事儿 啊？没有啊？看看呢？啊，看看跟南道堂子一样吗？是吧？哦，研究啊，是吧？什么研究啊？往上爬？咦，怎么了？锅炉房？哎，爬错了。那窗户才是呢。好嘛，下来了。啊，一回头站着十个保安。嗯，干什么的？扒女澡堂子的。我冤不冤？
冤呢，我打啊，都追，拿着大棍子追你，你跑吧，啊，呼着跑啊，跑得这快呀，兔子都是你儿媳妇啊，我们家全是兔子，算是快呀，特别快啊，这事儿发生的轻松，嗯，三分钟你到公主坟了，嚯，是够快的，上桥，奔机动车逆行了，上逆行，有打对过来一小汽车，哦，拉40吨的那种小汽车，这是小汽车吗？少开，到你跟前儿，你真真儿，啊，撞上，眼前一黑，哦，什么都不知道啊，哦，10分钟之后怎么样？你清醒过来了，哦，嗯，没事儿。啊，没撞坏，喝呗，都挺好。你说这事儿闹的啊？没事儿，刚才明明觉得桥在那儿的嘛，啊，上这儿这是草地呀，怎么过来的？是啊，我有特异功能。不会，这个事儿叫很奇怪啊。啊，你也不那只脚是谁的？脚？捡过来看看吧。甭看，这都蹦过去了，还看什么呀？这只鞋很像我的这只鞋啊，这鞋带解开了啊，哎，这个袜子也像我的袜子哦，袜子扒了，嗯，呵，就是我的脚，缺心眼儿吗？这不是，我这个哦，可能就是这只，这甭可能了，就是啊，打电话吧啊，又来了，车来了，嗯，这俩美女又下来了，甭提这俩美女了，青须须的嘴巴子啊，一巴掌快护心毛。皮兜子啊，大水鞋，哪儿了？好，您听这声，一看是你认识啊，手盘上边就是他啊。好嘛，1、2、3，人儿又扔进去了，关上门，啊，走了，走了，嗯，10分钟，马上就回来了。怎么回来了？那脚忘拿了。嗨，干什么来了？他们去吧。到医院，先填单子吧。又填单子。姓什么？姓于。叫什么？于谦。登记。多大岁数？嗯，男的女的？结婚了没有？啊，离婚了没有？这大夫都没记性吗？这有外遇没有？全问。街坊都是干嘛的？啊，几岁带婚礼金？啊，这弄清楚了，都写上。好，写完了啊，抬到里边去。大夫乐了，呵，啊，又是你啊，来吧，都熟了，来打针吧，啊，哎，好了，褪下裤子来，嗯，这套动作就甭要了。这干嘛？画个圈，啊，还画圈？哎，拿过针来，嗯。这回多着了，好嘛，飞过来的针跟这立着，嗯，大夫过来推药水，嗯，往外拔，没事啊，不要紧的，啊，不就脚掉了吗？对，是截肢做新的，对，打这也行，打大胯那儿切啊，脚坏了，打大胯这儿切，怕感染吗？啊，躺好了，打大腿根切，哦，一个人不行，得换大锯，嚯，大的俩那个，嗯，那是一个，这是一个，来回拉，打新安岭上下来的这俩。你拉喝拉差不多，大夫过来，别动了，差不多，咔，这不还是踩蛇的吗？这个，看见没？啊，挺好，拿号去。对，到门口，嗯，那你这噔噔，踹门，嗯，开门，讨厌这人 啊，进来，这鞋袜都脱了，上秤腰完了，哦，拿仪器弄，一会儿跟我出条新腿，啊，你这个送到金华那边做火腿去了。什么都能做，可是，哎，新的来了啊，按好了，上螺丝，又上螺丝，找颜色，哎，这瓶儿晃悠晃悠，嘎啦啦啦啦嘎啦啦啦，老带响，啊，找颜色，一模一样，啊，这又做成了，好了，治好了，上台阶儿，行吗？这没问题，跟好人一样，早晨起来慢跑，跑步也行，那都行，而且这次你了不起了，怎么了？你这回防身有工具了，防身，有人跟你打架，你把大腿摘下来抽的，哎。跑我怎么追呀，啊，这你砍他呀，你砍他呀，拿腿砍啊，砍他呀，这踢后脑勺多厉害的，好嘛，踢不了那么高，平常是不是，嗯，再有一个小麻烦，怎么麻烦了？这要上飞机差点，怎么呢？你这算凶器，得托运，腿托运，办托运，你帮着上飞机，嗯，下来再领行李呢，领你的腿，太麻烦了，这个没甭说这个，啊，脑袋也一样啊，头啊能行吗？高科技呀，这行啊，高科技，脑袋，你腿也好了，胳膊也好了，你出去野去吧，是吧？我怎么老出去呀，啊？我跟家待不住啊，闲的吗？这不是闲的，出去玩去吧，是吧？啊，打对过来一大姑娘，我这尊
呐！我这眉都倒在这大姑娘身上。好看呐、啊，真好看啊！你站住，人家嗨，啊 ，Hello， 嗯、啊，没话搭了话。那姑娘看什么？你有病啊你啊！啊，还是外地？折错腰了你啊！嗯、啊，瞪瞪你，拿手捋了捋这四根头发。四根头发，姑娘。来的时候是五根，掉一根。好嘛，再待一会儿改王文林了。啊。什么得意的？跟这个姑娘出去，你这算行为艺术知道吗？什么行为艺术这是？啊，姑娘骂你，你跑吧。啊、哦，人家追你就跑。哦，穿大街越小巷。嗯，转吧，在胡同里边转半天累了。哦，找一台阶坐那歇会儿，喘气儿。哎，太累了。嗯。哦，这是热了，这不是累了，知道吗？怎么这狗啊？是怎么着？歇会儿吧。啊，正歇着呢，后边修房。哦，掉下点小玩意儿了。怎么？一千斤一个钢筋水泥的大坨子，这叫小玩意儿。啪！哦，掉脑袋上了。哦，万幸了，没事儿，把脑袋砸进去了。这是万幸吗？你还纳闷呢。啊？哎，天怎么黑了？我为什么看不到了呢？我这反应慢点了吧？嗯、我为什么能看到我的胃呢？全看见了里头。哦、好奇怪啊！啊，太搞笑了。嗯、啊，你看手一摸，坏了，怎么这脸怎么这么粗啊？又是钢筋又是水泥的。啊，一低头咕噜噜掉地下了。哟，一摸领子上头就是你这秀脑门啊。哦，这就没什么了。知道了，拍进去了。嗯、啊，喊吧。这甭学了，甭学了，这在腔子里。洪亮，洪亮也出不来什么声了，这个。又来了，车来了。哦，打开门，蹭蹭下俩姑娘。哦，呵，武校刚毕业，一米七大高个，长发披肩，浓浓厚实，穿超短裙才到这，真好看、啊，你看吧。看。这我还看得见吗？这个。开了看，您把我脑袋都弄腔子了，您让我怎么看呢？这个多好看呢！啊，来着你，您来的车来不动啊，来小姑娘来动你，是，哎呦，怎么办呢？实在没辙了，啊、给刑警队打电话，哦，叫俩警犬来，啊，买俩贴饽饽拴你脚上，嗯、啊，警犬把你拉上车，好嘛，我狗给蹬过去的。哦，又走了。到医院，填表，姓什么叫什么？啊，多大岁数？嗯，见过什么都写清楚了。老应该记住了，这个砸没了，看不出来是你了。好嘛，从前从前，填一遍吧啊！褪下裤子来，画一圈，拿过针头来，哎，好嘛，踩住了啊！这套，赶紧锯脑袋。哦，没问题，锯脑袋。爷家、哦，先拿撬棍打脖进去，腾撬出来。哦，拿个小锯来，顺着一抓头。弄起来倒模换一脑袋打这起你算是好了死了那还不死下面请您欣赏相声河南戏表演者郭德纲于谦人来的不少啊，对，今天多啊，嗯，来了好些个人，是是吧？啊，而且今天我觉着你那边声儿挺大，啊，您感觉还挺灵敏，我这边认声啊啊，听得见吗？行吗，各位？听得见是吧？啊，行，听得见就行。嗯，我尽量大点声。好啊，这个常来的朋友们对我们很熟悉，对，也有头一天来的。哦，新来的，哎，学生叫郭德纲，自我介绍一下。于谦，说我，我们跟您一样啊，啊，都是因为喜欢相声，哦、才在这儿遇见的。哦，咱们走到一起了。对，嗯嗯，您爱听，啊，我们爱说，对，大伙儿能跟这儿碰见，都是爱好。您要不喜欢相声，您上这儿来不了。哦，那就碰不上了，是不是啊？对对，当然了啊，嗯。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哦，有不好这个的，哦，有不喜欢相声的，比如说于谦，啊，就不喜欢相声，我，他拿这个当手艺，怎么叫手艺啊？剃头修脚说相声，这能搁在一
块儿说吗？这个在他心里就这么认为啊，反正是演一场蒙一场呗。我这蒙事来了。他最爱干的事儿啊啊，吃饭喝酒。谁不会吃饭喝酒啊？嗯，都喜欢。你的业余爱好就是吃饭喝酒、啊、哦，那么厉害，拿这当正事儿干，至于吗？你瞧，大伙儿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儿啊，啊，什么时候都这出，喝酒。那天带我出去喝酒去了，哦，我喝不多，三两就得，哦，于谦没少喝，我酒量大啊，白酒、啤酒、啊、黄酒、可乐兑一块儿，兑一块儿，咕咚咕咚咕咚喝，哎呦，喝完还出去要酒去，啊，一会儿又出去添菜，喝好几醒，很热情，啊，一会儿又进来了，请客吗？你瞧这个眼呢，啊，都拧了，呵，我坐着瞧着他，嗯、啊，心说喝酒有什么好处？再瞧他，啊，没坐下，我把皮带解开了，我干嘛呀？哎，我什么毛病？我这是吓我一跳啊！啊，我怎么了？嗯、啊，没理我啊，把裤子一脱，嗯、啊，蹲在地上，嗯、啊，开始方便啊，包间里啊，吓我一跳啊！嗯、啊，我赶紧敲你桌子，哎。啊、他说话了，说什么？别敲了，我也没带纸。嗨、哎，这是喝多了，这个喝酒喝多了啊，有什么好处？应该把自己的时间嗯都搁在相声上，用到正地方，这是专业。对对对，说良心话啊啊，您的条件比我强得多。哎呦，那不敢说，这你客气啊。客气客气，是吗？你瞧人家个儿比咱也高啊，那倒是高点，气势比我也好，是吗？我不够一个做演员的材料。您太客气了，真的啊啊！我把这个现在红的这些个明星相片找了一瞧，嗯、啊，个顶个比我精神。都谁呀、啊？你瞧陆毅啊，印小天啊，嗯、啊，什么胡军、胡东，拿了一瞧，嗯、啊，我比他们差多了。我都不想活着了，不至于吧？我死的心都有。呵，干嘛呀你？真是不想活着了。哦哦，一回头瞧见他啊，这样还活着，我死什么呀？我招你惹你了我？咱说实话啊，实话实说，这什么实话实说呀？实话实说，这其实我们两个人来说啊，啊，都是从小学相声。打小学呢？不过我最早不是说学这行子。什么叫行子呀？我小时候我不好这个。啊，您喜欢什么？我很崇拜那个交响乐啊。嚯，人家那唱那个的。唱哪个的？穿一燕尾服啊，打一领结。哦，指挥啊。嚯，唱那个那个歌。我好这个哦，美声唱法，看着很有素，高雅艺术，很有素，看着啊，什么叫很有素啊？有素质啊，有素啊？什么？您说全了吧，在这边带出来。哎，我小时候七岁啊，音乐学院招生我就去了，门口排好些人。是，我有根呢，我知道我准能考上。为什么？我净跟家练了。哦，有准备。街坊有一会弹钢琴的，嗯，见天跟他我。妈，见天练这个啊，这一去就考上了啊。好，等着吧。啊，排了两队人，你说多少人？多少人啊？报考的人多，那队人少。哦，那队人少啊。嗯，我上这边吧，跟这也行，站这边。哎，等着，嗯嗯，等着，等着叫号啊，等着吧，自己练啊。咪咪咪，妈妈妈，哦，嗯嗯，准备充分。一会儿到我了，嗯，一进门啊，教授跟那坐着了。哦，来了，嗯，来。练练发音怎么样吧？哦，我说行嘞。嗯，心说我见天跟钢琴练。对，老师一回手啊，嗯，拿起乐器来，啊，呱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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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呱呱唧呱唧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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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曲艺团招生，我说的呢。我说我进错门了啊，我不上了，行吗？啊，曲艺团说了，不上赔钱，是吧？
罚八千。嗯，好嘛，罚八千。你拿我们曲艺团当土匪了是吧？不上不行啊！啊，人家校长很高兴啊。哦，跟那老师们说啊，不错啊。嗯，今天咱们又招了一学生啊。哦，今天比昨天上升了50%啊。真的。没招过生是吧？这咱们教他得了。嗯嗯，这么着把我留下来了。哦，不爱学这个，我嗓子好啊。有嗓子大，我小的时候梅先生夸我。是啊，梅先生夸我。梅先生，你这个嗓子是最好的。哎，你要是唱戏去，你准得露脸啊。啊，我一听梅先生这么鼓励我，啊，我就跟梅先生喝了酌了。啊，您就唱了戏了，要了煤球儿了。嗨，这不是梅先生吗？煤铺的先生。呵，我还以为梅兰芳先生呢。没小了这个，搞了相声。啊，相声也不容易。相声难，相声也不容易。对，别小瞧俩人站这嘚不嘚嘚不嘚。嗯，那是功夫。是，那是功夫，有基础，对不对？啊，嘴得干净。对，什么叫报菜名？嗯，哪个叫菜单子啊？什么叫报菜名啊？都得会。学这么一活吧，不能打奔儿，不能打奔儿。是练60多年了，您还打奔儿呢？你张嘴，汤汤汤汤汤汤汤，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哎，怎么着？不能打奔儿。对，就这么几句再打奔儿。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嗯，哎，烧子，啊，炉煮火烧。鱼香鸡丝炒辣子炸辣子辣丝辣片辣子，哎呀，对对对对，别说了，都得会。您把您爱吃的都说出来，这个不成？练功这艺术家知道吗？好，别瞧不起我。没有，我已经艺术家一个多礼拜了。我呵，好，不容易啊，什么都得会，都会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这是哪门弄好都不容易。那当然，哪门弄好都不容易，尤其是这学太不容易了，有学说话哦，有学唱。哦，有学表演，说话用学吗？嗯，用学，说话也学。方言呢？哦，方言呢？地方话是不是？嗯，你搁在台上，嗯，你用语言来塑造不同的人物，对，这观众听着很舒服。哎，是不是？也有外府人啊，学表演，你像学四象，嗯，学个聋哑，哦，这不用上表演了吗？是是是，包括学唱，唱学唱。京剧啊，地方戏啊，古曲啊，民间小调啊，唱歌啊，都是我们的功课，都得学，都得跟人家学。嗯，除了京剧之外，地方戏在中国来说应该大书特书，地方曲种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中国这地方戏多。对，咱们这地方戏好几百种，是是是，太多了。嗯，说不过来。哦，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地方戏曲，是吗？北京就有。哦，北京出什么曲种啊？北京曲剧。哦，曲剧，这你不外行啊。嗯，曲剧的前身是曲艺。对对，以前都是一块儿套用了很多单弦牌子曲的旋律啊。哦，那是北京特色，好听啊。哦，过去什么魏喜奎先生，哎啊，老前辈们，佟大方，哎，都唱过曲剧。是是是，现如今曲剧也在不停的改革。嗯，现在咱们曲剧更好听了。哦，它有抑制的功效，不是吗？怎么叫抑制？你听去吧，你怎么听你也不像曲剧，知道吗？嗨，啊，那我还听它干嘛呀？哎，就灯谜剧种现如今很好。猜着听，猜着听。过去来说，一张嘴就是什么牌子。是啊，你看杨乃武小白菜，嗯，李宝岩先生张嘴唱了几句，哎，那好听，多好听！您学几句啊，李宝岩，哎，唱一唱曲剧。我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这么卖力气，好好唱啊！哎，来吧，我很认真的唱啊。嗯，什么词儿来着？哎，嗨，您这认真不会词儿也不成啊。三寸鼻关紧握住，碎了命的。姓名无，齐家园，别老母，我们一家属口骨肉分离，在半途是林，生死从头出一条，妙计来相出，上写着于谦是个坏人。哎，是。行了行了，没关系了，别别别别，碎去吧啊，碎去吧，有写这个的吗？原词儿，原词儿，这原词儿，这是原老词儿都有这个没有，知道吗？北京曲剧，你听去吧，啊，京字京音，哎，唱得好，是不是？嗯嗯，北京地方戏，对，还有评剧，
评戏，评剧什么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主要的地方戏，大伙儿也都爱听。全国第二大剧种啊，好听。是，我认为评剧啊，应该提倡演员的年轻化。哦，演员岁数不要大，因为什么呢？评剧主要反映才子佳人、爱情生活这方面故事比较多，风花雪月。哎，演员岁数太大了，化妆出来不好看，没有美感。你有一次我在天津看秦香莲，那个老演员将近70岁了，哇，老太太扮演秦香莲啊，这个脑袋啊，就跟那冬瓜横着放似的，嗨，别形容，化上妆一看跟奥特曼似的，嚯，没法看，没法瞧啊，坐在我前面有一天津观众，哦，说句话我乐坏了，怎么说？哎呀，好秦香莲了啊。还这秦香莲都够猴了，我要是陈世美，我你妈也不要了。还这么评论的呢？不好看，不好看，是不是？对，就得年轻。另外你说旦角小生，岁数大嗓子盯不上了。哦，没有嗓子了，不好听。我认识一朋友，老演员，唱评戏的，岁数很大，60来岁，还唱什么王金龙啊，唱什么梁山伯啊？嚯，不行啊，唱几句不好听，是吗？青桥楼打一更，新发几遭，翻过来覆过去，睡吧安老。听完他这唱《清明节上坟》，我都不敢哭，我怕他说我学他。您这话太损了，是不是？没有这么说话的，提倡年轻化。评剧值得一提是他的小花脸有意思。哦，过去评剧最早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啊，都好，丑角戏的分量很重了。不像别的剧种，别的剧种里边这丑是个配角，评戏里边就是以丑角为主的戏。哦，丑角戏。哎，我曾经认识东北有一位张先生，哦，当个小顿挺老师的大丑。哦，张先生是啊，上家学过戏，他很喜欢我。您受过真传，特别喜欢我。啊，后来跟我说了，啊，你条件也不错，方方面面都好。大明儿起你别来了，啊，你要再来呢，我就弄死你，知道吗？很喜欢我，这还喜欢您呢，这个都惦着弄死您了。老头啊，小心眼儿，怎么了？心眼儿，我总打算跟他呀，把关系处得好一点，套门亲戚，搬吃的。套什么亲戚啊？我想当他姑爷。惦记人闺女呢，可他闺女特别喜欢我。是啊，就是那女婿反对，是吧？您这别，您准备第三者插足？我这个咱们可以给他撬化散了再说说。您什么人呢？您这反正去那段时间学了不少戏。哦，打狗劝夫的大生，哦，我说孙父的孙父，呵，包括万花船的彩饼，太好了。学了几出小花脸冷戏，哦，唱腔很有特点。这么着啊，您学过，您给我们来一段这小花脸的唱腔怎么样？学这个啊。平时轻易还不唱啊，没关系，词儿多怕记不住。唱一段万花船里边菜饼的一段唱，好，挺好听啊，来一段，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又来，我很认真啊，这样，不需要这个啊，不需要这个，这个唱之前活动一下，肺活量要打开，知道吗？啊，眼保健操，好了，什么毛病来吧，求。
情绪戏有味儿。这个我是得我岳父真传。哎呀，没有啊，没有没成的啊。我很尊敬他，您就当岳父这么崇拜吧。尊敬他。河北省还有一个主要的地方剧种，河北梆子。哦，那好听。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梆子也是名家辈出。对，有一位老生演员叫银达子，呵，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对对对，本名叫王庆林，嗓子不好，但是会唱，有味儿，真假嗓相结合唱，多好听啊！那个银达子，银达子有这么一段《战北原》，唱起来有意思。哎，您给学一段这个啊，一唱就热味儿。好好好，嗯。唱得好。
好听啊，好听。不过河南戏存在一个问题，有问题。过去来说，好多的连台本戏，哦，大戏，这个比较粗糙，是吗？嗯，有的戏是有剧本，那，哦，这种连台本戏没剧本，哟，那怎么唱啊？就是提纲。哦，后台大伙儿瞧瞧，哦，这个今儿演什么什么，行了，嗯嗯，我演包公啊，哦，你演秦香莲啊，嗯嗯，你来那狗啊，行了，有狗吗这里头啊？对。就说这意思啊，提纲戏吗？什么意思啊？提纲戏啊，就跑大梁子是吧？跑梁子啊啊，哦哦，台上净没准儿。嗯，有一次他们演这个《封神演义》，哦，《封神榜》啊，哦，这戏能唱四万多回啊，那么长。看这戏得有过日子心，嗯，嚯，没完没了这演好几年得。是啊，其中反五官的时候，嗯，演黄飞虎的演员一上场啊，说了词儿一句都不认话，是吗？呵，这催着马出来，带着大兵啊，正催马来永不看，眼，嗯，前来在一座关，打苍贼苍，好，正然往前行走，来在潼关，不知什么所在，嗯，啊。说出来了还不知道呢，待我下马一观，嗯，翻身下马，嗯，但见城门上写着三个大字，待我撵来，你潼关不识数，嗨，哎，这是三个字吗？这个不识数，啊啊，你唱到黄河镇更可乐，黄河镇后边黄河镇，嗯，姜子牙攻打纣王的时候，哦，赵公明摆下黄河镇，是当时有一位燃灯道人，嗯，来劝赵公明别打架。哦，有话好说，是俩人不听，呼，三说五说说枪了，嗯，分别上自己的坐骑要开打，打起来了。赵公明咱们知道，嗯，武财神呢，啊，对，骑着一只黑老虎，哦，这神话当中神话啊，嗯嗯，燃灯道人骑着梅花鹿，哦，一个鹿一个虎，哎，嗯，赵公明先唱，嗯，应该是这样原词儿，赵公明把黑虎夸，好，赵公明把黑虎夸，这么句词儿，哎，燃灯再唱，嗯，燃灯。上梅花这么两句，嗯嗯，没想到赵公明唱错了，怎么赵公明我上梅花，哎，他上梅花了，燃灯一琢磨，嗯，你上了梅花我骑啥，嘿，好，没得骑了，我的老虎你骑吗，哎，我骑老虎我害怕，还唱什么这个，这还商量呢，这别唱了，这戏生命力不会强的，对了，艺术性太是不是啊，嗯，在河南提地方戏首屈一指得说是豫剧，哎，那比较普及，哎，而且出了好多剧种啊，对对对，好多的好的剧目，对，好多名家，嗯，都是河南豫剧出的，名家辈出啊，包括这个新戏也有很多，新戏朝阳沟什么的，哎，对 对, 对，家喻户晓，都知道都知道，嗯，我个人比较喜欢河南豫剧的大花脸，哦，花脸，嗯，唱的有意思，是吗？全身劲儿都使出来了，哦，尤其唱包公，嗯，跟京剧的都不一样啊，单音味儿，哎，这个包公唱的很生活化，是吗？啊。而且他这个有这个知识性，怎么知识性？你看咱们平常人说属性啊，都知道吧？都知道啊，十二子星、丑牛、寅虎、卯兔，对，都有啊。啊，在河南戏里边，包公的属性不在这十二个之内。哟，那他属什么呀？属骆驼。哎，有属骆驼的吗？有一出戏里有啊。啊，下陈州见国泰的时候，哦，包公一出场唱那几句，怎么唱的？就说他属骆驼的，原词是的。呵，好听，您给学学。马车乱驾排排起队，金瓜月斧耀光辉，来时来为谁是人们，这一回不同那一回，结果他我是一个那骆驼鬼，这个味儿，建国泰是一个骆驼鬼，听这词儿，包公是属骆驼的，这个包公你听着就跟下地干活刚回来似的，好嘛，这么痛快，就这么痛快听着，啊，很通俗，是是，好听，我喜欢听。当然了，好是好啊，不见得搁在什么地儿都合适，知道吗？既然好，就应该搁在什么地方都合适，那可未必。怎么呢？搁在别处未必就合适。哎，这好吗？你比如说哄孩子睡觉，唱河南豫剧。合适吗？对，也不乏试一试。那胡来了，那怎么呢？一般来说，哄孩子睡觉都是当妈的哄。对啊，抱着孩子睡觉。嗯啊，小谦儿，哎，那个不是，别说了，别儿子，不，哎，别叫，哎，先别叫，你占我便宜，我占你便宜，占我便宜，我这吃半天亏了，我。
啊，怎么着？怎么？你先别叫呢，不叫他。这孩子叫什么？叫小谦儿。小谦儿，小谦儿。您不如说就叫我啊，也行啊。什么也行啊？啊，哄孩子别搅和，就先说这孩子吧。别闹啊，别闹啊，睡觉啊。嗯，你瞧，这都快八点了，啊，天黑了，妈一会儿得上客厅上班去了啊。别提这职业了，行吗？睡觉啊。嗯。月儿明，风儿静，树叶遮窗棂啊，蛐蛐儿叫铮铮，好比那个琴弦声啊，琴声儿轻，调儿动听，摇篮儿轻摆动啊。傻娘们都是哎呀，我这给你助助兴，证明您唱得好，这叫多棒啊。不知道你以为哄孩子跟猪圈似的，没听说过啊，没这么说话的，一般都得这样，就这么哄孩子吗？哎，你说唱河南梆子可以啊，那边非乱了不可。没关系啊，试一试啊。那就得当爹的来了。哎，男同志了、啊、小钱儿还是我，睡觉。啊！别闹，睡觉。一会儿爹上客厅接你妈下班。没完了是怎么着？一家子嘛，他一家子。什么一家子呀？孩子睡觉，睡觉非唱歌，都你娘把你管的。啊！一天到晚唱着呢，在外边唱不过，回家还唱啊？没，别那么多废话呀！不讲话了。别拿会唱摇篮曲儿，这是、啊、我就会唱豫剧啊，唱吧，啊，听着啊，说什么三更半夜天，哄孩子睡觉实在难啊，你举个抬头留神看，一轮明月照窗前，这是你娘帮你管，哄孩子睡觉唱摇篮，越说越闹心头乱，你再不喝烟，我给你没完了。你再看这孩子睡着了，累死了。什么呀？大伙儿都是来听相声的，对，都喜欢相声。我也是来听相声的。您也喜欢相声？不许啊！没有没有，喜欢相声我们愿意。哎，是这样。嗯嗯，我可爱听你们这行子的。这行子呀，好东西啊！啊，倒是。横击筹啊！对，获奖整气。您去数的是怎么着？啊，获奖正气吗？您那报纸上都写着获奖正气吗、啊？没有，叫什么呀？弘扬正气。弘扬？对，弘美羊肉。你扣着十呢是怎么着？我爱听相声。那好啊，你管着吗你？我不管您，我就好听这个。那我们好。我昨天做梦还梦见说相声呢。做梦都能梦见相声演员，一个大汽车哦，拉了一车说相声，您都认识啊？开车的叫侯宝林，大师啊。副驾驶是马三立，哎呦，后边坐着一车说相声的，是啊，都是那个高人呢、啊。谁呀、啊？吴向春，哟，郭全宝，嚯，
我弄企业。哎呀，这都老先生。唱毛片。嗯。牛振华。罗桑。胡彪。我看看有于谦吗？车里头不会有我，我这还是个的走，怎么样？没有，对，没有，没有于谦儿。哎，一车死鬼怎么能有我呢？奇了怪了，我看开车后不林说的啊，于谦儿快点去啊，推车呢。合着我在最后头呢，你推着他们走的不怎么样，又怎么样？可见我爱相声啊！啊，那您梦见都梦见相声呗？到北京城来，那听相声，我打心我痛快。好啊，多说点，多我们是给的不少，啊、多说是说完了返程翻翻22个你。我们倒曾经翻过啊，流氓的力气嘛，啊、我们是卖力气啊。好，我不是你们本地的啊，我是在咱们那儿混不下去的，在您那儿混不下去了，我惹了祸了，我跑出来的，我还不能说我自我保护的意识很强。您既然秃噜到这儿了，就说说吧，不碍事。我说了吗？说，您都是爱听，您说一说。这个事儿说来话长啊。因为什么呀？俺们那个村子里边啊，有一个特别行政长官。您村里还住一特别行政长官？对。谁呀、啊？俺们村长。对，嗨，您就别吹大气了。了不得，执掌省啥大权？那也是村长啊。了不得。怎么了不得？脾气大呀。脾气大，脾气大，怎么看出来？呵，给你举个例子吧。您说一说，有小孩蹲在地上拉屎。哦，村长看见急了，怎么喊那个狗过来吃？哦，喊三声狗不来，自个儿趴那儿吃了。啊，这脾气太大了吧？这个，性如烈火呀！哦，性如烈火，脾气大没什么好处。嗯，俺们都怕，是都怕。嗯啊。我那天村子里面村长带着几个副主任啊正谈工作呢。哦啊，8万啊，一条。您这谈什么工作呢？这是还麻将工作呢。哎，对，就说玩麻将就行啊。正玩着呢啊，我一看咱们村长那个汗都下来了，出汗。他有个毛病，怎么一年四季这个衬衣这个扣啊、嗯、不解开？那是热的。我一看出汗了，我给他解开吧。你解、啊、你热了啊，坏了。怎么了？俺热了坏了。这有什么的呀？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解开吗？怎么回事？他那个脖子上有块癣。哦，不好看，怕人瞧见，就怕人家看见啊！我给解开了，解开，要了亲命了。那也不算什么嘛，他会报复我的，是吗？怎么办呢？嗯、啊，我想起来了，我们家祖传有一种膏药，哦，沾上之后就没了。那好，给他治好了，但是不能去根儿。怎么？要转移？怎么转移？那这儿接下来俩贴脸上，这儿没了，长脸上了。哦。还得转移到别处去。好，说我给你搁在胳膊上吧。好啊，用袖子盖着，看不见。转过来这儿没有了，我乐去，高兴了吗？鼻涕泡都出来了。村长什么德行啊？过两天穿短袖的，嗯、啊，又露出来了。哎，你还看见了？我给你搁腿上吧，大腿，大腿上。好啊，过两天他说出去要踢球去。哦，我就看见了。他穿短裤吗？给他转到屁股蛋子上面。啊，这儿就看不见了。那又惹祸了。又惹祸了。你看有一天晚上咱们村出事了。怎么？咱们那个妇女主任啊，晚上出去玩牌去，嗯，回来晚上遇见流氓了。哟，村子洞口那儿蹭一下子出来个流氓。哦，俩人撕上一块了、嗯、在漆黑的一个晚上啊，妇女主任遇见了流氓，是经过激烈的反抗，嗯，流氓被打个精光。对，这怎么那么乱呢这事儿。我们那个主任呢，他不饶人的那个妇女主任啊，你想跑你门儿也没有啊。哎，不行不行，哎哎哎哎，见义勇为知道吗？什么见义勇为啊？啊，以后您就说俩流氓碰一块了就行了，知道吗？不许你侮辱他。没听说过。还要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太好了，让流氓抬不起头来。是啊，流氓吓得啊，转身就跑啊。流氓
刚跑了，光看见脸，光看见屁股上有块癣。全村人都传呐、啊，说那个流氓是村长。你看看，这不惹了祸了吗？啊！妇女主任那个老头子不干呢，不干啊，把村长叫到家里去，哦，要商量这个事儿。这还商量什么呀？一不打你，二不骂你，怎么办？你这样，我这有三斤炒黄豆啊，你把它都吃了，你就走你的。吃炒黄豆？哎呀，村长来是不叫事儿啊！是啊，那屎都吃那么些个了。哎，对，对。一着急，他不是三斤都吃了，吃吧，要喝了一肚子凉水。哦，又打屋里往外一走啊，啊，不是跟着一个鼓乐队，怎么？噔噔噔噔噔噔。哎，吃豆子是有这么一项啊。大伙儿都纳闷，村长怎么的了？啊，村长还遮羞脸呢。怎么说啊？人上了年纪，就爱放屁啊。过去一天一个的放马赛，嗯，现在好干屁，水果味儿，一个屁顶过去五个。五楼不费劲儿，什么乱七八糟的？干嘛还蹦五楼上去了？是怎么着？你这不要了亲命了吗？啊，他会报复我的，还报复我怎么办呢？怎么办？回家之后，我跟我老婆子商量啊，我说媳妇儿怎么办呢？嗯，你说这个村长恨什么呀？是有办法没有？我媳妇儿说，那这个事怎么办呢？啊，谁让你逞能呢？嗯，把我烦的，您烦媳妇儿就是好叨叨。这个嘴不闲着，好磨的，一天到晚这个嘴不闲着，老说呀。夏天我就烦得恨得没法儿没法儿的。啊啊！说您出去吧，啊，拿点钱，你上海边去玩去吧，是是，海边旅游去吧。哦，好，走了俩月不离看，我的娘呀！怎么牙都黑了啊？到那儿也没少说呀，这个啊，牙都晒黑了。是啊，你就知道他多能说的吧？哎，对对对对对。我说这怎么办呢？这个啊，你有办法没有啊？嗯，过去吧，你也走吧，你上北京吧，找你哥哥去吧。北京您有亲戚？我哥哥在北京啊。啊，那你找亲戚？我找他来吧。啊，我到了北京了，我把地址弄丢了，又找不着了。爱情，北京比咱们村子大一圈啊。那不是一圈知道吗？好几圈呢，是吧？哎呀，那娘呀，那个大楼那个高啊，高楼，一二三四，还数他干嘛？往上数。嗯，他那边来个小伙子，骑着车一脚踩住了，哎，干什么呢？嗯，数楼呢？啊，北京有规定，不许数楼啊！哪儿这规定啊？罚款。嗯，这也罚款。北京这个规矩大了。嗯，多少钱？嗯，你数多少了？嗯，数五层了。啊，五十，一层十块。我的娘，一层十块啊！也就五十，这小子啊，蹬上车人就跑了。那还不跑？这个缺心眼的玩意儿啊！人家倒缺心眼儿。傻子，怎么回？我都数到十八楼了。呀嗨！还人家缺心眼呢，还无形中国就省了不少钱啊！哎，您照这么省下去吧，那就是一个发家致富的好办法。他是走了，顺着口袋掉地上票来，掉什么？捡起来一看，啊，文化活动中心通票，通票全能看。啊，通票，嗯。我上那儿通通去吧啊！什么叫通通去？都能看吗？啊，对，全行。拐弯抹角，抹角拐弯，我找到那儿来。好，一进门，呵啊，这个大楼十多层啊，还锁。进电梯啊，进电梯，一个小时没上去。怎么回事？没电。废话嘛，这没电你上什么电梯呀？也不换换电池，你说这这是电池的吗？一楼有个大剧场，嗯，一帮人坐那儿看演出。哦，我也坐那儿吧。坐那儿好。出来个主持人。对，各位朋友，大家好。哎，是怎么说？啊，演出现在开始了，哎，欢迎您欣赏咱们的文艺晚饭啊！晚饭呢、啊？什么舌头这都是啊？晚会啊！他这个普通话讲的不标准，这是啊！您这也不怎么样啊！谢谢大伙的光临、嗯、啊！今天在这儿我们要演出文艺节目，对，您听说过黄河吧？黄河，黄河是咱们的母亲河，这倒是。我们要关心母亲河，对。下面请欣赏长江之歌。没黄河什么事儿啊？话吗？这说的是呢，这个谁演的？咱黄河改了长江了啊！转身我就出来了，甭听这个。到二楼一瞧呀，嗯、啊，有一个大的游泳馆。哦，游泳，里边都是这个水呀、啊。啊，他锻炼啊！教练看见我，一把来进来了。哦，游泳，让您游。我说我不会，我教给你吧。啊，好，这真好啊！带我在这里边游啊，一个小时我上来了。好，行了，今天到这儿吧。怎么呢？实在喝不了了。您喝水去了上哪儿？我这个水量就这么意思了哈。嗨，不是这量的事儿。又上楼了。嗯，来到楼上一看呀，嗯，饭馆
啊，吃饭的地方，汤锅料理。哦，好，一看菜谱，嗯，好菜。对，哎，菜还能放炮。菜晚上我一瞧啊，啊，就是那个老白菜啊，就是要反上锅哦，一结账我就认识了啊，是啊，韩国料理，嗯，让韩国人给料理出来，不是这么解释。旁边对门有这个小剧场哦，演这个马戏哦，打水儿，喝出这个大姐，嗯，好看，长得这漂亮，是是，穿的一身那个绳啊，驯兽表演，耍一个大狮子啊，那个大姐嘴里嚼块糖哦，那个狮子过来扛。汤就掉头了，有这节目，全场观众还鼓掌呢。好啊，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不行吗？我也行啊，你成？来，把狮子牵走。对，把狮子牵走啊？没行，用二斤汤没问题，是没汤也行啊。五斤我都能吃下去，这我也行，知道吗？你就这糖尿病不行，这没听说过啊。我先说，我先来啊。这帮没谁跟你排队了的，这是、啊、把狮子牵给还练什么呀？太没意思了啊！这个铜票就这个玩意儿，完事我就出来了，走到街上呀，怎么了？瞧见我哥哥了，我哥俩碰上了，哎，推着他那辆小自行车啊，骑车啊，我的哥哥在这儿呢，呀，兄弟你来了，都碰上啊！我一瞧走道怎么这么怪呢？啊，扭着走，蹭着过来，哥你怎么的？啊，你怎么的？别骑了，让人暗算的。怎么暗算了？今天骑着自行车走，本来不好骑，大冰缝哦，前面有个大胖子啊，骑着骑着往上一抬身子，啊，这是顺风全飘回来了。哎呦，我寻思啊，恨的我要复仇啊！怎么复仇？我玩命的往前弄，蹬他头里啊！我一使劲啊，也放了个屁，我拉裤里啊。裤子里了，哎呀，兄弟，你可不知道啊，我骑着大梁过来的。嘿呀，对，不敢招惹实地儿，这是。不必，咱给咱洗澡去吧。哎，那可不是先洗去吗？拐过弯来，有个澡堂子。啊，俺们进来了。啊，这里边伙计挺客气。是啊。来来来，脱衣裳，洗澡，脱衣裳。是，是我哥哥，你外边坐下去。哎，对，实在太脏了，这。俺们院里脱完，拿水管子呲干净。哎呦。什么罪过？我来这里头把我的衣裳脱好了啊！我找个凳子，我拴凳子腿上。哎，你拴它干嘛呀？丢丢了呢？丢不了，不能。我在村里洗澡还丢了呢。村里哪儿啊？在坑边上。嗨，坑边没人呢。没人还丢了呢？那么些人，谁偷裤子的呢？嗨，谁偷你裤子呀？别看那个门一看，俺们娘呀，到了阴曹地府了。怎么了？正当中有一个大池子，正煮活人呢。是吗？有一个老头煮的要死，还喊呢。啊！我受不了。受不了，你上来了你。不是啊，人家是洗舒服、洗美了，不能啊啊，不能这个，用小鬼把人捞上来，搁在椅子上正打屁呢，这。红了，这不，不是，那是搓澡的。哎呀，我一看这个地方，我来了，我有用武之地了。怎么？我扎个猛子吧，在这儿。我练的我水性不错，刚才学来着啊。是啊，站好了往下走，等上了当了。怎么了？小鸭子没进水，脑袋磕个大嘎子呀。废话吗？喝了两口水，怎么袜子味儿的呀？哎呀，谁让你喝下来了？站起来一瞧，这个水才到这儿啊。啊，我看看有鱼没有吧？这里没鱼。容易摸摸你眼啊，鱼是没有。对，有个大王八盖子。嗯、啊，喝，你瞧这个东西啊。啊我正摸着，站起人家抡圆给我一嘴巴。啊，不洗澡抹屁股干什么呀？